我还想多听听你说的话，关于怎么活着。哎，顾君伟，你那书能借我看一眼吗？这书忘了没卖吧？当灰烬的余烟，叹息。他们有时候连饭都吃不饱，可特爱文学和音乐。那文学和音乐能和红烧肉、大米饭比吗？该有一点自己的主张，一点坚持。大耳听讲规矩，谁他妈把你当人呀？礼崩乐坏的天空啊！信儿阑珊写的，撒谎。谢谢顾新闻。这封信到底是谁写的？来啊，快走！你他妈一直在装。